每一次出发都有一个目的，每步路累积的回忆都是丰盛心灵的旅程。在屏东万金，我和圣母妈妈亲切的相遇，见证信仰与生活完美的融合，目睹万金居民与圣堂依存的美好。请跟随我的脚步，寻找心灵的宇宙，走进映照眼眸的那道光。